儿童节就要到咯，为着要给小朋友有一个无同款的过节气氛，南投知名的巧克力树上特别前往民间乡、民间国小，带领着小朋友进行巧克力相关的知识分享以及 DIY。在草地上进行活动，是让小朋友感觉相当的趣味，也为中学习到无同款的知识。好，我觉得我的右边比较安静，我们先发巧克力。在学校的广场搭起布棚，并开始进行活动，是特别有气氛。在地巧克力厂商配合着儿童节，在民间乡、民间各小举办神农教育课程，小小朋友拢度过一个难忘的下晡。去做鲁艺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可以知道鲁艺是怎么做的。这个活动让我们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儿童节，把印章盖在环保袋上面，非常的开心和欢乐。他们还送我们饼干，而且饼干的这个桶子，把饼干吃完之后还可以存钱，非常环保。可可是饼干乡的在地农产，也才为着要来让小朋友认识着故乡产业，特别用着趣味的方式，让小朋友了解着巧克力的知识，也借此来宣导着环保爱地球的理念。在儿童节的前夕，来到南投县民间乡的八所国小。那今年的主题是一起过更好。那我们想要告诉小朋友的是，我们南投的民间有产新鲜的可可树、可可果，原来美味的巧克力是从可可树来的。那除了巧克力美味好吃以外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告诉小朋友们，我们要爱地球，爱护这个环境。透过相关的一些资源呢，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呢，学习到懂得感恩惜福，让这样的课程呢能够延续下去。那其实每小朋友以后长大之后呢，透过他们有能力之后呢，去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员。除了有巧克力的知识分享，各项目的在地业者也都到阵来响应这届活动，多元的体验，小小朋友拢生了真欢喜，也为这中学习到真侪无同的道理。像我们南投的光工厂，他们有自己环保的一个手工编织的帆布袋，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扣印在上面。那我们也接受到有台湾气影这样子的一个赞助，我们将好吃的可可粉加入了饼干，变成了可可蛋卷，做成了一个存钱筒。可可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珍贵的油脂叫可可脂，加入到我们的一个护手霜乳液里面，现场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制作。我们想要告诉小朋友，就是户外教育、食农教育的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。要这长期到这偏向好好做工业，目的就是希望透过无意义的课程，甲囡仔分享巧克力的知识，嘛，互因提早度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记者李伟霆报道。